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 LACMA 将于2019年6月2日至2020年1月5日在布罗德当代艺术博物馆二层以及雷斯尼克展览馆向大众展出《物质魅力：当代中国材质艺术》。展览集中了过去40年的35件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有意识的选择创作材质已成为艺术家表达创作理念的一种象征。物质魅力展出的作品来自21位当今中国最重要并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包括艾未未、蔡国强、林天苗、宋东、徐冰、尹秀珍、展望以及张环等。这一次洛县艺术博物馆 LACMA， 我们一般都叫它 LACMA 哈，推出的这个The Allure of Matter 这样的现代艺术展览，我觉得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展览的名称叫 The Allure of Matter， 就是说它是用各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得到的一些物质材质，比方是说像在庙里头看过烧成灰烬的香，那么徐冰用的是香烟，那么还有很多是用蚕丝，用蚕丝来包着金属，这种以柔克刚的那种感动，我觉得大家看了会惊艳，然后会对现代艺术家有更大的尊敬。